很像有螃蟹的脚一样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抽一个眼睛。抽一个眼睛。创意大发现，吴信义教你怎么做螃蟹。哇！创意大发现。嗯，我剪剪剪，剪成这样子。剪这个是小块的卫生纸。你看，哦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它是这样子。那你还可以再剪几块吗？剪几块卫生纸，要小心哦，不然会剪到手会流血哦。哦，又剪到手吗？哦，哦，剪这样。嘴巴。嘴巴。要把它合起来。嗯。要用胶带。拼图这样。用胶带合起来耶。喂，你可以给我胶带吗？嗯。你要先多剪几个啊。胶带。胶带。来，我看一下，用胶带啊，那你会用吗？因为这个很尖耶，这个很危险耶。哦，我帮你用吧。来，你坐在那里。好，给我，好吗？给我。你要怎么粘呢？要把它粘起来。粘好了吗？这样子。哇，粘好了。还有一个胶带要粘这边。还要一个吗？对，对，因为胶带是很粘的。哎呦，这很尖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创意大发现。好，你看，哇，这是你做的新的。我要把它粘在这边。勾勾泡。要把它粘在这边哦，好吗？要把它粘在那边。好。快点，给我。等一下哦。哎，这个不是这样用哦。不，你可以用吗？你要等我一下。我拿着等你好吗？好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对呀。好。好，粘好。好像撕坏了。